8月20日零时至24时，我市报告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28例，新增无症状感染者8例。当日新增治愈出院确诊病例7例，新增无症状感染者解除医学观察4例。截止8月20日24时，我市现有确诊病例586例，现有无症状感染者114例，全市确诊病例和无症状感染者总数连续4日下降，累计确诊病例数增幅与前期相比趋于平缓，当前疫情形势仍然十分严峻，但在一系列有力措施的推动下，疫情形势总体上正在出现一些积极的变化，特别是随着治愈出院病例和无症状感染者解除医学观察人数的增加，进一步坚定了我们在全市各族群众理解支持下早日打赢疫情防控攻坚战的信心和决心。